你怎么刚回来呀？宋生都睡了。告诉你，他都回叫妈了。不是，你媳妇呢？几点下班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苏，站长，叶锦出事了。什么？叶锦出事了？出事了。接着说，接着说，接着说。怎么了？回来一头就扎屋里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谁欺负你了，孩子？娘。哎。我对不起叶锦。儿子，你怎么对不起叶锦了？儿子，别哭。别哭啊，好儿子，你说话呀，怎么对不起他？你说呀。什么？叶锦倒卖假表，被抓进去了？是那个葛大年倒卖假表，叶锦帮他顶罪。葛大年？就是他那个丈夫？对。那为什么被抓的是他呀？也不知道那个叶锦怎么想的，非要帮那个蠢男人顶货。哎呀，你先别上火，告诉我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？那叶锦都认了，现在公安局已经把他拘留起来了。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，染缸里捞不出白布。她丈夫倒卖假表，她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，没准儿还真是个同伙。厂长，我用人格向你保证，叶锦他绝不会干这种事儿。我是真想不明白了，这个叶锦到底怎么了？啊，打他爹死后啊，就跟溜滑梯似的，每况愈下。这下好了，还把自己折腾进公安局。哎呀，当初厂里啊，就不该批准他跟葛大年结什么婚。厂长，说这些都没用了。那叶锦是咱们厂连续多年的三八红旗手，又是厂里的业务骨干，那厂里不能不管啊，您得救救他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啊，我跟保卫科科长打个电话，通个气儿，看看有什么法子，先把他捞出来。你这边有什么最新情况，随时跟我电话联系。好，厂长。嗯，我师父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叶锦要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师父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。放心吧，厂里会出面的啊。娘，这事儿吧，叶锦一点都不知道，全都是我干的。他是为了救我才进去的。孩子写糊了气了，顺顺水痘刚好，他娘又出事儿，怎么倒霉的事儿都落到咱们老葛家头上啊？这是不让我活呀，不让我娘，你要是要打你就打我的，是我错了，娘。傻儿子，你明明知道你以前犯过事，干嘛还敢犯他的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傻儿子，你怎么回事？儿子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。赶紧上医院把小贩找来去啊，那丫头鬼点子说合计合计怎么救你媳妇儿啊，快去。
吃了吗？吃了。你呢？我在那个小店里吃了碗面。哎，怎么不看电视啊？不想看。怎么了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人捞出来没有啊？怎么，还有什么事是你苏永森办不到的？你既然能把他弄进去，就能把他给弄出来，这对于你来说不小菜一碟吗？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睡觉了啊。睡？你的心上人在蹲拘留所，你睡得着吗？该不会又是个不眠之夜吧？又来了。好一个借刀杀人的妙计。哎，这么恶毒的计策，你这小脑袋瓜怎么想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说我干什么？苏永森，你是不是想除掉葛大年这个眼中钉，好继续追求你那没得到的爱情啊？说什么呢？莫名其妙。苏永森，你别给我装蒜，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你拿我娘家当什么人了？好歹李希文他也是我表弟，你就这么利用他算计他？谁算计他了呀？又不是我让他干犯法的事儿。没有你这个中间人穿针引线的话，李希文怎么能认识葛大年？这两个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人，怎么会合起伙来倒卖假表呢？啊，还有警察怎么能盯上葛大年的？叶锦被抓你怎么能在第一时间内都能知道？哎，你别跟我说这些跟你没关系啊，你别当我是傻子。谁肯把你当傻子呀？他们一个是卖糖炒栗子的小贩，一个是倒卖假表的混混，这俩人碰到一块儿，狼狈为奸，干点坏事，这很正常。你要说是有什么有什么关联，只能说这世界小，事儿就这么巧。啊呸！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你爱信不信吧，反正你不睡我睡。睡什么睡啊？这很明显就是你设下来的圈套。你瞅准人葛大年准备筹钱给叶锦的儿子看病，你就诱他上了李希文的贼船；你瞅准时机差不多，你就报警抓人。哎，你只是没有想到半路竟然会杀出叶锦这么个程咬金，破坏了你精心策划的一盘好棋。哎，你不觉得很讽刺吗？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苏永森，你前算一千，后算八百，你就是没有算到人家叶锦和葛大年的感情。人家叶锦可以为了葛大年去坐牢去顶罪，人家感情铁得很，你撬不开。我算是看出你，你可以为了叶锦什么事情你都做得出来。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锅炉房。不管她嫁给谁，不管她将来变成什么样，我就是爱叶姐，你怎么着吧，你去揭发我呀，去啊，有本事你现在就告诉我，去揭发我，让我去坐牢，我正好可以陪着叶姐一块儿坐牢。老哥，你也太没脑子了，你怎么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啊？你哥可不是为自个儿，他赚的钱没问腰包里搁一分。我知道他挣的钱全都给顺顺治病了，可也不能为了治病去干犯法的事，你太得不偿失了吧你。行了，让你回来不是阻的你哥哥，事情也出了，埋怨也没用，得想办法怎么救你嫂子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是小诸葛吗？我让你回来不是让你这傻坐着想办法。
想办法做呀。家里还有多少钱？我知道还应该有400多。不是，这还有2个月的菜钱。哎呀，不够不够，咱必须得把非法所得的钱凑齐了上交，争取宽大处理。那得好几千呢。不是，一下哪儿筹这么多钱去呀？砸锅卖铁也得筹。嫂子可是为了你背的黑锅。不是，这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呀。有了，娘，你明天一大早回趟老家。什么？你想打老家那几间房的主意？那可是我养老的地儿啊！没让你卖房子，哥，你干爹临死之前是不是送给你一张画？啊，不是，就那张破画啊！我让那个镇上那老王看过，说值不了几个钱。哎，那王瞎子能看出什么丝绸蝇毛来？没准是一张古董，要真是古董，值大钱了。那是我那干爹送给我做纪念的哈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顾及这个呀？你干爹要知道你拿到画救人，九泉之下肯定对着你微笑。小凤哎，我发现你是越来越不靠谱，一张破画能救你嫂子？你瞧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总比坐在这等死强。娘，还是听小凤的吧。您就回趟乡下，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。也只能这么着了。老秦，帮帮忙吧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也知道，我卖一个烧饼才挣1毛钱，小本生意不挣钱，不是哥不帮你，我说爱莫能助。我以前说过，上的山多碧玉湖，你看现在媳妇赔进去了，多不值当。好，我上别处想想办法去，谢谢老金。哎，大娘，等等。哎，这钱没有，烧饼你拿着，拿着拿着。谢谢老金了。死乞白赖非让嫁给我，是你死乞白赖非逼着我娶你的，所以你不要再跟我抱怨任何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爱叶姐，不管她嫁给谁，不管她将来变成什么样，我就是爱叶姐。你怎么着吧，你去揭发我呀，去啊，有本事你现在就告诉我，去揭发我，让我去坐牢，我正好可以陪着叶姐一块儿坐牢。舅舅是我，雪慧。没有，不是，舅舅，你得替我主持公道。
献血在哪边？这边只走六百英尺。啊，谢谢啊。你最近一次抽血是什么时候？哎，上个月。啊，好，那你坐下吧。哎哎哎。出来的，大兄弟，来，喝杯水。你喝什么？不喝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收钱。慢点喝，还有。黑了吧唧画的什么呀？这是！哎呀，你懂什么呀你？就你懂。娘。哥。娘回来了。春莲子。哎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啊，画取回来了。嗨，一张破画折腾我一天，还搭进两天菜钱。你看看这破画，耗子啃了，谁要啊？哎呀，明天拿到画铺去看一看，死马当活马医嘛，啊。小凤，把它收好了啊！啊，还有，小凤，把这钱收好。这，哥，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来？跟谁借的？没有，我有点困，想睡觉，啊，去歇会儿。哎，吃饭时候叫你啊。哎。本厂职工叶锦同志涉嫌倒卖假手表，遭公安局依法拘留，事态严重，影响恶劣，经常委讨论研究决定开除叶锦同志厂籍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去哪儿了？出事了吧？啊，你说厂里会出面保叶锦，这人没保出来，怎么还给开除了？你坐下，别激动。坐。不是我不保，我是看着叶锦长大的。况且，叶主任和我又是老同事了，我当然想保。可是什么？哎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本来厂里边打算低调处理，啊，给个内部处分就过去了。谁知道局里知道这事儿，通报了下来，非要当典型抓。典型？什么典型啊？三八红旗手如何沦为阶下囚的？局里还要咱们写材料，通报全局讨论。这下子，
想低调都不行了。米副局长啊，就是你老婆的舅舅，直接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，问我怎么处理。我只能按照惯例，凡是触犯法律，进了局子，一律开除。可叶锦他是无辜的，他是被冤枉的呀。无不无辜，冤不冤枉，但由公安局说了算。这公安局不也没定性呢吗？据我所知，公安局已经对那个倒卖假表的主犯李媳妇展开通缉了，只要抓到人，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你厂里这时候把他开除，这不落井下石吗？我也是不得已呀。我就纳闷了，这局里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？一会儿进去了，你先别开口，我说。二位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老先生，您这儿收画吗？你们有什么画啊？您瞧，您拿走吧。哈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。您这儿啊是给人画遗像的，拿走。请留步，您开价吧。您要是真想拿，您先开个价。一张破画，顶多值50。不是，老先生，您要这么说就太伤人了。您知道这幅画吗？这幅画可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啊！这幅画能保留到现在，非常不容易。要不是我们家现在急等着用钱，多少钱我都不会出手。您要诚心想要，您就开个诚心价，别把我们当3岁小孩。这么样吧，我看你们也懂钱用，我也算是助人为乐，500，够诚意了吧？怎么样？不信你们出门试试，绝对没有这么个价。哎呀，老先生，这个画我们不卖。走。哎，哥，你说500块钱你都不卖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你喊什么喊？这老头能从100涨到500，就说明这是个值钱东西，咱不怕不出手。就怕过了这村没那店。哎呀，咱就在附近转转，这老头一定来找咱们。万一不来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你哥呢？哎，二位等一等，这不来了吗？等等。哎，小伙子，你等等。啊，叫我呀？哎，我这么样，再给你让500，1000。怎么样？这个老先生，这画我真的不卖了。你为什么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次遇到大麻烦了，这1000块钱解决不了问题啊。妹子，啊，咱还是回去把房子卖了算了。卖房子干嘛？你只有把房子卖了，才能卖2-3千，才能解决问题啊。小伙子，这个也能卖2-3千？啊，这个也能卖2-3千啊？那好，那就听您的，一口价3000块。小伙子，你真厉害。行，3000就3000。好，
姑娘，你带着画到铺子等着我们。我和大兄弟啊，到银行取钱，存折我还都带着呢。去吧，先走吧。啊！你少交钱，一手交货啊！门呀，有什么话不能光明正大说呀？你不知道我怀孕啊？你想熏死我跟孩子呀？有什么话你说吧，我还要赶报告呢。我是来给你道歉来的，志辉，我错了，啊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，不该对你说那些话，我就是勾邀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要不是你高抬贵手，我现在还在监狱里呢，我不可能有今天。你就是我的贵人，啊，我欠你的，这辈子还不清，我下辈子还。哟，这怎么突然变天了呀？那么冷呢？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呀。你要是来给我道歉呢，你可以走了。小慧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反正这样，你有什么气你就都发到我身上，你尽管骂，我不会还口，啊，但是咱们一码是一码，你别把怒气迁怒在别人身上，好吗？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别人啊？算了，反正。过去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别呀，追究啊，干嘛不追究啊？我不在乎，没关系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是我给我舅舅打的电话，是我让他替我主持公道，是我给他诉的苦。话说白了，是我让我舅舅向厂里施压，对叶锦严肃处理的。你这不叫主持公道，你这根本就是公报私仇嘛。要说公报私仇的话，我还真的跟你学习学习呢。雪辉，你有什么怒气你都冲着我来，那叶锦他是无辜的，人又没得罪你。无辜？他无辜？我们之间的争吵永远都是因为他引起的，你还说他没得罪我？我不迁怒他，我迁怒谁呀？杨雪辉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是我不讲道理，我没有道理可讲，女人一旦横起来是没理可讲的。我只有求你了，求你让你舅舅高抬贵手，求你让你舅舅在局里给叶锦消消毒，求你放过叶锦。那叶锦他摊上那么一个葛大年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再让他丢掉工作，那他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，他怎么生活呀？杨雪辉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没看错你，我真的没有看错你。你居然可以为了叶锦，你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你居然可以为他。你可以这么低三下四的来求我，没什么，
没关系，我已经麻木了，我不在乎。我在意的不是这些。那你在意什么？人品，你的人品，你让我看到了你可怕的一面，你让我不寒而栗，你让我第一次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爱错了人。小辉，伤害叶瑾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怎么还不回？急死！哎，娘，我的画已经卖掉了。哎，你们俩可回来了？哎，出大事儿！怎么了？啥事儿？听隔壁小毛说，你媳妇她嫂子怎么了？她让厂子开除了。什么？这怎么说开除就开除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怎么办呢？白忙活一场。以后我这好容易把你们盼回来，让你们傻蹲着呀？你不是想跟哥吗？想想哲，人都被开除了，想什么哲呀？这，找他们去。啊，哥，跟着你哥，快快快，哥，慢点，慢点。当前这个生产呀，关键是抓技术，哥。你是厂长吗？找我啊？哎，有什么事吗？厂长，不能开除叶瑾呐，是我在倒卖假表，跟叶瑾没关系啊。大年呢？瞎说什么呢？起来，起来说话。不是，我是厂长，真的是我娘，不能掖着藏着了，这都是非法所得，这是我倒卖假宝挣的钱，我上交给组织，我争取宽大处理，不能开除叶瑾，我求求您厂长，我求求您了。起来说话。厂长，我媳妇儿是好人，我儿子是我没管教好，我跟您赔礼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叫你几儿子起来说话，这是厂部，注意影响，我们在开会呢。我在听话，站起来。站起来说，慢点说。厂长，厂长，这个事儿真的跟叶瑾没关系。这时候才知道没关系啊？早干什么了？啊？让个老婆请你顶罪，算什么男子汉？我这就自首去。哎，臭，自首什么呀你？不是。厂长，我们的意思吧，是问，要是叶瑾无罪释放了，他还能回厂子上班不？无罪释放啊！公安局是你家开的，想进来就进来，想出去就出去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替别人顶罪也是犯法，知道不？啊！开除的事儿是厂党委研究决定的，已经上报到局里头了。不能开除他，真的不能开除他！我求求你们了，厂长，你再通融通融吧。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谁说了也不算，谁说情也不行。我们正在开会呢，出去，快出去吧。不是，先回去，开完会再说了。开完会再说了。谢谢你。光求情没用，你们得把事情闹大了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闹大？怎么个闹法啊？跟我来吧。我教你们怎么闹。
儿子，听听他怎么说。把我们带到这儿干什么？给厂里演一出戏。演戏？小娘。哎。这儿呢，就是你的舞台，你就是今天的主角。我啊？对，能不能把事情闹大就看你的了。演戏我会呀、啊，想当初我当妇委会主任的时候，演了好些个文明戏呢，差点还让文工团给招走。你说怎么演？你。行，那您跟我来。哎。哪演的啊？这儿。哎，你啊，待会儿就跨在这上面，假装要跳楼。什么？你让我从这儿跳下去？也不是让您真跳，就装个样子。真跳我也不敢，不敢。娘，别听他的。就是。你想不想救下去？想啊。那就听我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知道怎么闹了。娘，没用的。没闹呢，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？我可是大娘是明白人。大娘，哎，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行。咱俩都下去。下去。娘。想不想救你媳妇儿？想不想救你嫂子？啊，这婆婆妈妈的，下去看戏。那您当心点啊。下去。慢点。下去。喝出去。人生开放。